郭晶晶、霍启刚当义工，素颜现身街头。霍启刚发文致敬医护人员。霍启刚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组照片，和郭晶晶两口子一起到香港中西区派发防疫服务包，为百姓送温暖。郭晶晶嫁入霍家后，一直以来都很低调，和霍启刚一起在公益上务实做事。两人走街串巷，郭晶晶素颜现身，低调亲民，戴着口罩，穿着防护服。在完成工作后，霍启刚也发文表示感受到义工的不易，同时向志愿者们致敬。霍启刚也在主页贴上工作报告，上面写着，虽然抗击疫情任务艰巨，但自己相信坚持下去总会有曙光。香港疫情形势严峻，牵动着每个人的心。霍启刚和郭晶晶亲自去为百姓送防疫服务包，去感受志愿者的生活，为抗疫工作尽一份微薄之力。这对低调又朴实的夫妻一直都是正能量的代表。